嘿，晚上好，我是安然，在声音的世界里和你相遇，你好吗？无论你在哪里，请记得每天晚上的21:39，我在这里和你讲故事，说晚安。最近看到这样一件事，江苏常州有一个姓缪的5年级小姑娘，据孩子妈妈讲述，6月4日作文课，妙妙在三打白骨精读后感中，认为白骨精很善于欺骗，十分可怕，并发出感慨，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一个角度新颖的观点被任课老师袁老师当堂批评，太负能量。下课以后，妙妙冲出教室，爬上栏杆，从4楼坠落身亡。以上是妙妙妈妈讲述的事情经过，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前，可作为一个参考。一朵初放的蓓蕾就这样突然凋谢。从妙妙妈妈晒出的图片可以看出，妙妙绝对不是一个负能量的孩子，相反，他想象力丰富，十分活泼可爱，曾在作文里描写星星舞会，浪漫而又纯真。他热爱学习，会在作文本的封面画上可爱的插图，激励自己沉迷于学习和作业。他还擅长唱歌、跳舞、画画，拿过1强的奖状。疫情期间，他和妈妈一起开心跳舞。6一当天，他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给爸爸过儿童节。可是儿童节刚过去没有多久，这个可爱的小天使就永远地离开了。然而更令人心碎的是，事发之后，妙妙妈妈晒出的一张家长群聊天截图震碎了我的三观。当时是妙妙生完后的第3天，还躺在殡仪馆里，家人多次痛哭晕厥。学生家长群里，一位家长却带头呼吁群里所有的同学，你们这儿只一句话，袁老师没有错，你们点个赞。然后底下是一连串的点赞式站队，像疯了一样。直到2个小时后，才有一位家长小心翼翼地提出，这时候点赞会不会对妙妙的家人增加伤害。我现在只想对妙妙家人说，节哀顺变。接下来才有几个家长小心附和，我们现在都很痛心，大家不要发表任何言论，就是尊重妙妙家长和老师了。当妙妙的爸妈守着孩子留下的满墙奖状和冰冷的身体，看到微信群里一连串的点赞，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我无法想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家长微信群经常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大型拍马屁的现场。老师即正义，不管老师怎么做都是对的。一些家长为了赢得老师的好感，使出浑身解数。我的一个同学就曾向我吐槽，他们幼儿园家长群里就有个非常典型的马屁精，平时整天在群里排比句，3天一问候，5天一抒情也就罢了，老师偶尔发一条通知，他都要紧紧跟在后面来一句，谢谢你老师，老师辛苦了。其他家长见状也不好无动于衷，只能一连串的老师辛苦了，生怕稍微落后自家孩子就会被忽视，以至于通知消息被埋没，满屏都是辛苦了。后来的家长只能翻老半天消息才知道老师发布了什么。更可气的是，这个人家里不算特别有钱，但每逢教师节、感恩节、圣诞节或者老师结婚生娃等时候，他都会积极在群里号召大家一起表示表示吧。怎么表示呢？自然是凑钱做锦旗、买花、做蛋糕，甚至买婴儿车，没完没了的摊派。原本平等的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在他的鼓励之下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仰望，而经济困难的家庭也只能私下埋怨几句，然后随大流花着原本没有必要花费的消费。我听说以后，不禁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个新闻，
有一位家长在群里建议，班主任老师特别辛苦，咱们家长确实应该表示一下。另一个家长没好气地回复，我听我姑娘说，他们班主任老师现在还没有买房子，要不咱们凑钱给他买一套房子。我非常理解在家长群拍马屁的心情，有一些家长觉得只要我好好表现，哄得老师高兴，他就会格外善待我的孩子。可惜啊，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梦，真正的好老师根本不喜欢这样的恭维，更不会鬼迷心窍。不仅如此，他们也非常的反感，因为傻子都能看出来拍马屁的家长是怎么想的。这样的家长一点也不信任老师，认为老师对孩子们毫无爱心，很容易给孩子穿小鞋，而且他很自私，一心想让孩子得到特殊优待，比其他孩子高出一头。正常的老师热爱本职工作，关爱学生的老师都不会喜欢这样的家长。而什么样的老师会喜欢这样的家长呢？那就是高高在上的老师。妙妙小朋友坠楼之后，家长群里集体赞扬老师，就很让我怀疑这个张口闭口讨厌负能量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让家长群聊变成了这样。别人在痛哭孩子的去世，他们明明默哀就可以了，却为了给自家孩子争取一席之地，即使在群里点赞。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相信这位老师喜欢看到这一串的点赞？点赞之后他们就不怕下一个会哭的是自己吗？唉，这么有想象力的一个孩子就这样失去了，很可惜。好了，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我是安然，祝您平安喜乐。如果喜欢节目的话，欢迎您点一个再看，或者是分享到朋友圈里。